袁伟豪同唐诗咏今日一齐出席商场活动。圣诞就嚟到啦，阿 Ben， 你会唔会带埋女朋友张宝仪同屋企人一齐食圣诞大餐啊？如果時間就到的，我都想大家聚一聚嘅，即係我覺得不論係家人啊、朋友啊、好朋友啊、女朋友啊都好，其實難得一個節日可以放假啦，咁所以想珍惜多啲時間啦，因為即畢竟啊，公公婆婆年紀都大啦，係啊，其實呢幾年自己做嘢都好少見佢哋啦嚇，咁啊即係即係老人家係其實係見一輪咧，老得好快嘅。咁啊最近睇翻啲家庭嗰啲 group， 即係 WhatsApp 啲 group， 係啦，就睇到佢哋真係哇，原來真係歲月真係。真的過得很快，變咗老人家就轉變得好大啦。咁所以希望在放假時間同佢哋聚下啦。公公婆婆有冇向你催婚啊？啊，點睇啊你？點睇啊？結婚啊？係啊，你話公公婆婆年紀大啦嘛。係啊，其實都啱，要快一步算。其實老人家就真係好，佢哋嘅心態係其實幾期待嘅，係啊。不過我唔生性啦，成日都即係揀嚟揀去都揀唔啱咁樣，唔係即係人揀我啫，我意思係係咁啊，可能佢哋就會即係好無奈地要接受未有呢個孫生寶茶飲住咯，就快啦，係咪啊？你算到係咪？你有咁諗就得噶啦。咁你有結婚計劃未啊？暫時未有住，暫時做下嘢先，做下嘢先啦，冇錯，係啊，都係要事為先嘅。不過即係喺呢一刻，我自己又覺得。我不排除有任何的可能性的，是啊，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開心啦，隨心啦。會不會先生小朋友然後先結婚啊？看看到時大家的 feel 是不是想走這一套咯，是啊，即是我和寶儀啊，那麼當然都要尊重翻對方的家人嘅，咁我覺得即係又唔可以話呢個世代潮，即係所謂潮流，即係我哋話事就唔可以咁講，即係一定要始終都係有傳統嘅睇法，咁所以好多因素、好多可能性都會存在嘅。